有买有希望，没买没希望。明天就今天中了，明天就退休了。环游世界了，如果开放了环游世界，带老婆带孩子了，环游世界，环游世界，对，退休。首先就是做一个慈善先喽，还没有想好是什么慈善呢、啊？看今晚是那个浪是怎样的？yeah, 是薄薄一点运气而已了。Yeah. 首先我是想要买几个房子先，然后买自己喜欢的车。啊，跑车啊，然后看看有什么我想要捐一些钱给那种救助流浪动物的那些啊，这样希望能中头奖。哦，我会投资咯，买屋子还是什么咯，公寓还是什么咯，看咯。嗯，当然是去一下旅行啊，带父母出去玩啊。